第三题，如右图所示，单摆在 A 期间来回摆动，已知此摆由 A 摆到 C 费时一秒，则其周期为多少秒？我们晓得周期是摆动一次的时间，而摆动一次是要从 A 摆到 C， 再从 C 摆回 A。题目上我们告诉我们 A 到 C 要花一秒钟的时间，所以从 C 摆回 A 也要花一秒钟的时间，两个合起来来回一次就需要两秒钟，也就是它的周期是两秒。因此第三题问我们说，择其周期为多少秒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